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大乘起信论，请大家打开课本第24页。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子三变生灭之相，也就是我们对于外界所产生的生灭生灭的这些现象，要来了解在内心里面呢会产生怎么样的解读，所以众生由这个样子的一个运作而进入了众生心中的我执跟法执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先读这个24页的第2行复次开始，直到24页的最后一行相应心灭啊，一起来。复次，分别生灭相者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粗，与心相应故；二者细，与心不相应故。又粗中之粗，凡夫境界；粗中之细，即细中之粗，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此二种生灭，依于无明熏习而有。所谓依因依缘，依因者不觉异故，依缘者妄作境界异故。若因灭，则缘灭；因灭故，不相应心灭；缘灭故，相应心灭。好。这一段呢，就是对于我们上一次所读的六种染心呢，就是第22页，染心有六种，由这六种染心，我们来分辨它的粗跟细，这都是我们众生执着于现象中，在现象中升起了无明，起惑之后，根据这个生灭生灭现象来做一种分别，所以无明起惑而慢慢一路走下来的六种染心。这染心呢，在我们已经成立了主观意识，读取了之后的这些生灭的现象就成为我生灭的意识。这里面可以分两种属性，有两种，云何为二？第一个讲的是比较粗的生灭相，粗的生灭相也就是说后面会有解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所读的这些生灭的现象，跟自己心所，就是我们的心读的时候啊，这个心王这能力跟我读起来的东西，我都把它放成它是一致的，肯定它这个现象，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就认为它就是绝对的真，也就进入了生灭。只有一段一段里面就根据了这个里面的道理，真实的道理其实不见了，也就是你的我执跟现象合并在一起。这个粗里面呢，后面有讲，它有粗中之粗，讲的是凡夫；粗中之细，讲的是菩萨。那这个粗里面呢，粗的生灭相就是心王跟心所相应起来。第二个细的生灭相，细的生灭相，它后面有讲，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生灭物质界上，就是外面的现前的这些现象，这个生灭生灭的时候，那我这个了解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不会单纯只在这个现象，我还会去看到它真实背后的真理是什么，也就是事上我不会就事单一取事相，我还会了解这个事的背后它有一个涵盖的真理存在，而这个真理呢，真理不会被这个事相所迷惑，所以与心不相应，也就是这个地方呢，我看到的现象有一个老者，
有一个老者跌倒了，然后有一个小孩把这个老者扶起来，那另外一个人呢走过来的时候再把这个老者推一把让他跌倒，比如这样的一个还复动作了，我们看到的生灭现象的是啊，一个老大人跌倒，哦，那个囡仔足慈悲的，那小孩子很有善根，把他扶起来。怎么又有一个小孩子心那么坏，又把那个老者推倒？然后这里面就变成善恶对比，善恶一个叫行善，一个叫行恶，这样子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心中放着的，这样就是很粗的。我被这个现象的善恶观起了一个嗔恚，或是一个随喜，一个随喜的善跟一个嗔怒的恚，这种心就起了很强烈的哦，就欢喜的哦，这就神经呢，就生气，吼、哦，你这囡啊，那这不天良，这个就是粗，就是你所看心王能够取读的这个能力，跟你读出来的善恶完全结构。他没有其他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叫初中之初，先这样解释。那这里面呢，初中还是有戏的，比如说你在看这个啊，他们在玩游戏，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啊？这小孩跟这个阿公是什么关系？你可能会把它有一个关系法的解读，一个现象上面。他们里面还有什么含义？这里面呢，初衷就不会起的这个善恶。那另外可能又是一个游戏规则。第一个小孩可能是阿公跌倒，游戏的中断把他牵起来；另外一个小孩再把阿公推倒，可能他们是在做一个游戏。这个阿公说：“你们有办法把我推倒的话，这个是一个家庭和乐的游戏。”譬如。这个过程，你把这个初衷起善恶归列的时候，你用另外一个观察让它继续发展，或是了解它的关系法。这个时候，你这个初衷又产生了一个细部的理，或是这个是什么的一个状况，实相是什么？靠近实相，这个就不会有善恶观，它就不会强烈的，这个囡仔就神经呢，啊，这个就恶极嘞。这个时候就走出来不一样了，这个你所看的跟你心所现的那个粗糙的那种善恶的取读就修正了，这个修正的过程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初中之初是 绝对就只讲凡夫，只看现象，然后初中之细，还有接下来两一个大段叫细，这个细就是讲它比较细微的，比较细微，你看到某一种与自己有关或与自己无关。这个初衷之初一般都是与自己比较直接有关，而这个细呢，可能是与自己有关，也可能是与自己无关。那与自己有关的时候，能够把粗的东西洗掉了，情绪上这个五蕴的那种善恶对立，取读的内容已经不会那么强烈的执着它，也不会主观的只单一解释。那细呢，可是你内心看到这种情形，可能又有一个隐隐约约隐隐约约的对照反射，可能隐隐约的对照反射去配合到你曾经有的内心有的一些精神层次的记录。譬如当你小时候，你也曾经跟你的爸爸跟你的阿公玩过这种巨人的游戏，小孩子攀附在父亲的手上这样甩，或父亲呢或是阿公两脚呢就硬硬的好像跟地上结合在一起，让你怎么推能够把它推倒。像这些可能若有若无，你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生灭相，这是一个现象，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亲情，这是一个含饴弄孙，这是一个成长力道的一种练习法，这些都是相应于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故事发展、他们的所有一切，这些都是平淡的，也是因缘中的现象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很细的这个生灭相你知道，
可是生命相知道的时候呢，你本身还会发现八识田中曾经有的某一种东西，很细微的跟你现况这些解读里面有发展出一点点的小情感，也可能发展出一种欣赏，也有可能是一种遗憾，这些都可能。所以呢，你这个现象跟他的道理都读出来，有时候道理也不尽然能够彻底，有时候是现象跟道理读出来，跟自己的八识田中某一些的情感的烙痕又有一点点小小的结构。那要走出这些现象若有若无，了解实相，跟自己里面要洗涤八识田中的记忆的这些东西，三方都不会真的直接结合。然后这个过程的作业当中就有分细中也有粗，那这个就是菩萨。细中之细可能就是无明起惑的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只是不清楚，然后慢慢让它清楚，而心中了然，也没有过去的烙痕八识田中的自我比对，也没有现象中生灭的取读，也没有粗也没有细，那这些慢慢就叫佛。那这里只是在讲说我们依生灭心，我们在分别所有的现象的时候，这主要是在讲已经有染了，已经现象现前的时候，那我们会有产生粗跟细的，这是精神状态。那这些精神状态产生的烦恼相跟你对应时候，把它完全作业完毕，洗涤洗荡，或是把它正觉就无上正等正觉完成，这个就是一个无明起惑造业跟你进入出进入戏当中一个顺向走再逆向回来的一些解释。那这里面呢有做解释，他说又初中之初凡夫境界，所谓的初中之初讲的就是前面六种生灭相里面的六种染心里面的直相应杂染，就是指初中之初刚刚有讲凡夫就是这样，你看到时候就马上主观现前，批判现前，答案成立，心中自己本身是不是起情绪，是不是相应自己的能心王的能力之后加心所出来的是非常粗糙的。那你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抱怨吼，现在孩子实在吼，嘿，安尼讲敢甲讲怕呢？我记得我看过，小时候呢，或是有些家庭，这个爸爸就说，你打打看，把自己当那个沙包啊，有没有看过？那小孩子呢，就着大一点的，就着这个父亲的臂膀，然后开始捶，开始打，一直到爸爸说，吼，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他就感觉到说爸爸的老迈或是孩子的这个力道。那这些现象在一个凡夫的眼里他有好多种解读。那我们就是一般在这上面起了很多的情绪，直接你所看的能跟你所看的所之后，这个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执着在这上面，就产生了，那结构在一起心相应的，这叫凡夫境界，不能够抽开来看。这初里面呢，初中之初又分初中之细，初中之细呢也就是前面这个六种染心里面的不断相应，这个最主要是成立了这个法之后有这个法执。初中之细跟细中之初成立了之后呢，还有细中之初，就是看到现色里面的里面的分别智相应，不断相应跟分别智相应。初中之细跟细中之初，细中之初呢就讲到现色不相应染这个地方，还有能见心不相应染，所以我们有六种分配在这个里面。这里面呢初中之细不断相应的时候就是成就了法执，然后它里面呢还有分别智相应，也就是我看得出来这些的时候，我纵使
纵使知道这是一个游戏规则，纵使知道这是一个含饴弄孙，纵使知道这是成长的一种过程，纵使知道所有的一切也具足了因缘法，可是这里面呢还有分别的智。这个分别的智也是在这个现象里面分别说，这种的含饴弄孙，这种沟通的方式，这种呢要是产生危险怎么办啊？这个阿公也太大意了，这孩子也不能够这样教学，他以后会产生暴力倾向。这个是表示说，我也知道所有的时候，可是我的分别智还是相应在里面。固然它有可读性，它有愉悦的，它有无是非的那一个部分，但是你内心还是有你拣择出来的某一些不甘他人，而是干系到自己内心的一个价值观的建立。所以这种呢也是初中之系里面所产生现象之一。那这个法执跟这个分别智相应，当然它有轻重之分啊。在上一堂课我们讲过，这里不再重述。那系中之初呢，现色不相应，染跟能界心不相应，染这个是菩萨境界啊，就是属于第四跟第五。这是在讲说，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你当下不会去论定是非。当你看到这个游戏规则是在草坪上的，在公园里的，你对于这个时间空间，这个孩子跟这个老者的关系，其实你一目了然，你也不会去参与，就是说攀缘附会的心，你本身会做一个观照。观照的时候，所以这个现色不相应染，这个里面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你内心不会去解读它，可是能够了别，能够认知，能够了别，能够认知了别的中间呢，虽然不相应然，还是略略有一点东西啊。那些有一种东西在自己菩萨的心里，也可自在，可是也看得到起心动念飘忽过的一刹那的一念，这一念的抓，或是在反读这一念的时候，会去看到自己起或造业是没有的。可是这个现色跟他，你不读我执跟做批判的背后，你有一个飘忽过去的感叹啊，这个感叹或是有情绪是非常非常非常维系的，非常维系的。这种东西就是你没有粗糙的不相应，可是你有相应的动一下，这个就是这样。那每一个修行人，他说这个就是菩萨境界，因为菩萨的话，他在这个动一下的任何一个起心动念，只要跟五蕴，跟你在解读里面有产生一个有情众生的情事动的时候，这个情事有淡的，有清净的，有无杂染的，也有是一些飘过的。那这些动的时候，都会在起观照，就是菩萨的修行。所以菩萨在修行，他的动念即乖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又看到某一种感觉。这个地方用感觉，就不是说一种很强烈的情感的解读。这个就是属细的，是现色不相应然。然后呢，第五项是能见心不相应然，也就是系中之初里面包括现色不相应然跟能见心不相应然。这能见心不相应然，在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根本无明，它有转而现前能见的这个认识心。这个认识心就是它有客观，所有非常靠近实相，可是他在取这个境的时候，他的心是干净的，不相应然，但是他会停留。就任何修行人，他会发现，我这讲的是比较细，就是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没有动任何的情绪，可是你会停留秒差，你会停留秒差欣赏他，共乐乐，你可能不是共哀。
这个乐也不是真的起伏的乐，它是干净的样子，可是你会停留，你会发现你没有起什么心，没有动什么念，你在这个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相应不相应的，可是你能见的这个能力是存在，能见的这个能力存在的时候，你有看不出来，自己平常可能也没有察觉出来，可是你会有秒差的停留。这个上面同学你注意，修行里面比如你走过一个地方，嗯，虽然你没有起心动念，你也可能嗯读一读，又把那个心抚平，没什么，然后再转过来。那有一种是你这样看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就过去了，那个自在是在的，清楚是在的，能见这个能力是在的，现色也不相应然，这个时候都看起来是 OK。 可是有一些呢，在你的内心里它有一个特别的刺激点，它这个刺激点不产生你的解读内容，可是你会停留，你会停留，这个停留是 OK 的，并不是说它是绝对的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所以你会再停留，再附一点点的注意力在上面。这注意力附在上面的时候，你也不会去追，你也不会去解释它。但是这个在修行里面的菩萨，到十地的菩萨，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对于这个所有一切平等，能够在在处处平等觉观的这个重点，他会去修，他会看到这个，他会去看到这个他不清楚停留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觉不是正等正觉，他的觉有时候是有的，可能百分之八九十是有的，可能还有一二成的时候那个是没有的，而是有惑的。这样同学知道这段要讲什么？那可能同学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个情形，所以不知道其在指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有惑啊，有停，就是有一个住点，有一个住点。那我们一般凡夫能够住而不动来住，就很厉害咯，对不对？我们凡夫能达到这个一切的现前不动，内心不动，可是会不会追？一般凡夫不动，继续追到明白嘛，是不是秒差中间？那菩萨的话，他是看这个地方不谈动与不动，他可能就是已经稳定的不动，那他也不用追，就了别嘛。然后还有一种是他这个里面呢，看的时候都平等，都平等，那平等的时候有了别的时候，对实相也马上清楚，可是偶尔就是有现那个不是很了别的很清楚的，这就是在讲这个。那罗汉的话就是不动啊，不追啊，所以有跟没有都不知道啊，听起来好像境界很高，那有没有惑也不谈有也不谈无，因为他不受，主要是因为他不受。那以人的角度，以人的角度来讲，这部论在讲的是众生大乘，就是在讲一个完整可以成佛的基础点来发展这个论。所以他不讲不动不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讲这个点，他说你在这个运作的秒差跟正等正觉现前中间的差异粗糙来分凡夫到佛。这个地方啊，讲到戏中之戏，根本业不相应然，是佛境界，讲的就是前面啊六种里面的根本业不相应，单纯有无明或无善恶分别，有心理活动就这个或现前不执取，然后马上一切明明白白，他是这样子马上
持续行进间就清除了。那刚刚讲到能见心不相应染的时候，它是自在的，可是它自在的有稍许的停留。那这个停留又发展得很顺畅，它也是不动的。所以一个是九地，一个是十地。好，那也是讲得从十地的这个得入如来，能够在这样的起惑不清楚当下即清楚，只有佛办得到，这叫佛境界。那此二种生灭，上面所讲的粗跟细这种生灭相，依于无明熏习而有，这个立论点是都在由哪个立论点呢？讲到已经有无明不清楚的状态，不清楚的状态有产生这个惑，有产生这个惑，然后它一路走下去，我们用这样的语词来把它作为一个归列说它在什么状态，即五蕴直接相应什么什么什么状态。所以在讲它无明熏习真如已经产生了有境界，产生了现前的这境界的取读，有所谓的我，有所谓的法，有所谓的空，有所谓的不执着，有所谓的住，有所谓的无住，这样而来讲这个粗跟细。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叫做一因跟一缘。怎么来说它是一因呢？一因不绝异故，以无明为因，这个立论点在讲生灭相，就是在讲现象哦。在现象现前的所有一切状况中，我们众生是在状况里面，在这个状况里面依无明启动，无明这个为因，无明然后呢觉错了方向，或是你正要觉马上就觉开，这个就是佛嘛。那你正要觉觉错了一点点方向，或是觉了一二三好几种不同的同存，在这种状态呢不达毕竟的实相，所以呢一因呢啊，不达毕竟的实相生三系。生三系就是讲这个因的地方啊，就是前面22页的四五六，就是不相应，它都是不相应的。那一缘也就是这个妄境外界境界成立了放进去，外界生灭相我取读批判结论之后我放进去，只是放进去的执着性的差异跟产生五蕴的波动，情绪的高低强弱大小来分。所以妄境为缘，指的是我们外面的这个妄境界，它把它执取了而放进去了，妄作境界异故，所以它慢慢就产生了强烈的我执，或是细一点的我执，也有法执生三出，这是后，这是讲第22页的一二三。那同学这样读的时候，可能要做比对啊。那若因灭，则缘灭；因灭故不相应，心灭，根本无明。所以开始的那个起惑，那个起惑的那个惑点如果没有了，则缘灭。你那个惑点没有，你根本就不会再去解释这些缘，因为很清楚，很清楚的时候，它就不会依于那个迷惑点幻现很多现世的境界。现世的境界就是以前有讲过，我们每个人都很自作聪明，每个人就快速的读到这个的时候马上批判，马上解释，马上以为自己了解的了解。其实这些呢都是这个一缘，也就是妄境作为缘，把妄境执为是自己解读自己了解，其实在生灭中啊。那这些呢，如果这个无明的这个惑点，这个惑点没有存在的话，因灭嘛，那这个缘当然就灭，你就不会依这个妄境一直在取读，一直在解释
所以这个染缘也自然就没有，因为无明断灭，就是无明没有，所以不相应心灭，三系不相应染心也随之没有。因为三系虽然它系相，也是因为起惑的那个惑点，而慢慢走走走走走走，才有三系。所以不相应，不相应，不相应，里面还是有它的程度差异，有前面的四五六嘛，啊。那这个是上一次的课延展下来的主题。缘灭故相应心灭，境界染缘，也就是外面的这境界，这些染缘，如果你了解了，我们是先系才有初啊。如果三系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不执取这个缘境，那么相应心灭，执着这个执着取读这些现象，当然也随之不会成立。这里用灭，这用灭是意思是说，他用成立法再来破除法。那如果以经文它的排比来讲，是因为它不成立，其实它就不成立，它并没有灭的这个动作。如果我们有灭的这个动作，灭的这个动作是属于还灭。那如果以顺向来看的话，以顺向来看，它不成立，它就不成立。当你没有那个人，都是有一个好奇，所以每个人都是好奇宝宝，每个人都是，有的很老还很好奇，有的人呢，慢慢的，他对所有的一切众生万象现象说中的所有一切，他用平等的去看他，他在这上面也不会很好奇，发生知道就知道。有的人他因为好奇，那个好奇会带某一种妄动的能力，也就是要把这个能赶快发生一个锁，因为那个好奇就是要追索答案，对不对？我们与自己有关的事，你会好奇，你想要知道，那这个地方呢，就要透过修行才能明白。可是我们有的人是心外求法的，他是对外界好奇，马上做解释，这种人看起来聪明，可是很累，他自己很累，全部在心外求法，好奇的是外界，他把这个主重点不来了解自己，而来了解外况。那这种状态之下，他呢，这个因是一直在的，那个能力有，可是要马上去探索那个锁。我们能力有来，以修行来讲，这个能力有，就是人，人没有失去这个能力，就是真如觉的能力，这每个人都有。可是觉的能力的操作，有的人是一直要把它强力去操作，去探索，好奇宝宝哦，什么什么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没有？小孩子在成长过程有没有这个过程？有。小孩子成长过程一定有的。到成长之后，应该也会做一些比较平和的，整体上的一些归类，一些认知，一些之间的建立。当这个无生灭的真理，佛所说的这个所有一切的因缘果法，无生灭，不生不灭，这些都已经进来之后，你把这个佛法的之见放一边，持续发展你的好奇，你告诉嘛是因缘阿弥陀，还在好奇宝宝，也叫心外求法。修行是很忌讳这一点的，但永远在追外现象，然后就认为自己要越多之见，越多社会经验、社会知识越好。怕别人说我们笨，怕自己不知道而觉得羞耻。那如果说大家来看，我们把这十天的 news， 电视上的 news， 可能最笨的就是坐在台上的这个人，因为他都没看。那也不是说跟外界就切割，因为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一切因缘果法，因缘果法，它是不断在现象中起起落落，也不是完全无知。也不是不慈悲，也不是这样就很聪明，也不是这样就不聪明。
可是你知道这么多，他可能只是你聊天的时候，这个茶余饭后，在展现某一种话题的一种题目而已。修行人不用在这个上面做太多功夫。但是我们成长，曾经有一堂课讲，年轻的时候你不要叫他都不执着，你要叫他认清，会分辨。可是那个分辨告诉他要接受，而不是起那么大的强烈的憎恨。有的人那种很强烈的爱恨情仇，因为你鼓励他去做分辨，可是分辨之后他就加诸很多爱恨情仇，他的表态就是强烈的，那个也是一种熏习，也是一种展现。所以平和的展现会带引一种平和的接纳，而你能够平等的觉知，在这个里面可以如如不动，在这个里面没有粗的相状，有细的，这个也是修行的某一种过程。可是有的人呢，所有一些喜怒哀乐非常非常的强烈，然后嗨，很嗨。在现代呢，像那种恐慌跟那种忧郁症都来自于你要去追索追索追索，拥有拥有拥有，你怕，你怕不能相比，你怕那个答案那个结果自己没有拥有，不知情，太多的恐惧心，太多的想要拥有，全部是心外求法所得来反映在心里的。那什么叫做真的自由自在，真的无生无灭不生灭，那都是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主题。因为你全部追着是物质跟精神的感受，而精神的感受也不了解，你很嗨很愉悦的这种心跟很低落忧伤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走向不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越在现代越追求乐，离苦得乐，就是要得那个乐，因为把这个乐太过强调。可是佛在讲常乐我净的时候，他这个乐并不是在讲我们世间感受的那种强烈波动的乐，他不是这样讲的。那我们错谬的解释他，都想要我断掉这个苦，离这个苦而取这个乐，其实这是依无明的时候快速的要去解释，快速的拥有，快速的去感觉它，就是把这个锁，我所认为是真的，就一路这样走下去。这个就是生灭。那当然从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如果我们修行里面，我们可以用还复的方向，上次都有讲得很明白，我们在哪个时段可以怎么修，哪个时段你可以怎么样的去关照，这个互熏互染，你走从无明这条路径，哎，走下去流转，你从回复来就叫做灭，断掉它跟灭掉它，这叫还复。那有的人就会开始有很多的疑惑，那我们就翻到第25页继续来了解下面的经文事宜，也就是众生就会有这个迷惑。这个迷惑的问题点是在什么？问曰：若心灭者，我们读到倒数第三行，非心智灭。好，一起。问曰：若心灭者，云何相续？若相续者，云何说究竟灭？答曰：所言灭者，唯心相灭，非心体灭，如风依水而有动向，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向相续，唯风灭故，动向随灭，非是水灭，无明意耳，依心体而动，若心体灭者，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以体不灭，
心得相续，唯痴灭故，心相随灭，非心智灭。好，这一段呢，有的人就会这样问，像很多有的人学禅，可是他解释错误，也是问这样的问题一样的。有的人好，我修净土，然后就抓着那一句啊，我只要想，我脑筋里动了，感受了，就是错的。那所以要让自己都不动，什么感觉也没有。有的人就会这样子。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他想要完全断灭，烟消云散，自己什么都没有。就像有人学佛啊，说心中的执着，就念金刚经，念念念念就发了一个愿，哎呀，那么我真希望成为一朵玉兰花，我真希望成为一块石头，我真希望我能够不爱也不能爱，我当然也就不恨也不会恨。有的人读一读就变成断章取义了，有的人就是会想，我这个五蕴这么波动，那我这个生灭心，生灭心就是一定会嘛，对境的时候就是圆这个境，圆了这个境就建立了内心的一个念。那如果说照前面讲，这个生灭心呢，相应染心是可以突破的，是可以没有的，就不执着了，那我生命又如何相存续下去？人就会问这个问题。那我后面要说，我这个相应染心没有了，那又继续不相应，不相应染，就是不相应能够持续下去，这样去修，修到达到毕竟灭，这根本中间就已经没有知觉啦，没有运作了，可以做得到吗？很多人就是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释就是大众的问题。有的人修禅的人，他就以为直到心里什么都没有，那什么外境的发生也不相应，也看有看跟没看，就完全进入那种枯禅，就什么都没有，就以为哎，这样叫心灭。其实在禅宗里面讲，这个是叫黑洞，那个是把佛性，就是那杯墨水，我们上次有用一杯水，然后有加了墨汁，就是把整个水都倒掉了，它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沉淀，要把它过滤，要把它这个水的本质还在，他是把这个佛性都要一起灭掉。有的人以为心灭就是要把这个心的能力也灭掉，所以上次有讲心王是不可灭的，这个能力，这个觉性是不能灭的，它也不可灭，它一直都在。所以你要让自己无知无觉，我要当一个无情众生，我要当草木无情众生，有的人就希望自己这样，那是错的。佛法并不是跟你讲草木，他在当草当木的时候成佛，他并不是这样讲。我们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我们说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是在讲原来那棵树也是佛啊，原来这个赖达也是佛，是在讲这样吗？是在讲这样吗？哦，原来那只狗也是佛，它叫有情嘛，赖达是无情嘛，啊，那棵树是不能表达感情的物质界，可是它有成长的现象嘛。那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佛？这些东西都是佛？原来这个是佛，那棵树是佛，那只狗也是佛。哦，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不是讲这样？其实有些时候误解佛法太厉害，并不是讲这样，是在讲说所有一切里面，它都是生灭法。
而你在讲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并不是猫啊狗啊树跟赖达他在讲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你在讲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是你在平等的观一切的生灭都是无生无灭，是你在看所有的一切缘起他在居中的时候是没有是非的。所以他的一个发展史上面，他的发展史，这棵树他的生灭现象也告诉你无生灭，这只狗的生灭现象也告诉你轮回的事实跟这些因缘法的结构，它的无生灭。这个赖达本身不管它是有情还无情，它也是在告诉你生灭法，也告诉你缘起法，也告诉你妙有，这是无生无灭。所以在这所有一切里面都是一样，是可以现象中所有一切里面看到它的真如离体啊，同源种子。那每个这只狗啊，这棵树或这个赖达，有它的生命史，有它的走法。这个无情能不能换成有情？以赖达存续的时候，它不能换变化成有情，对不对？可是这个赖达本身，有一天它分解了，铁、塑胶、瓦斯。这个缘灭的时候是不是要各自解开裂解，那铁呢再成为锈呢再分解成为这个能量里面的一个某一种链子分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瓦斯啊等等，它这是某一种气体，可气体它还原燃烧之后是不是又在结构可能变成水，也可能变成某一种气体二氧化碳，有可能它做某一种还原而成为氧。那这个所有一切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天它变成某一个有情里面的一个身体的寒的一种要素。你说我们的药丸子哪里来？从矿物里提炼，从植物里提炼，从大地里提炼，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不是跟大地跟矿物跟植物是不是都息息相关？是不是都一样？那有一天这个溶解千百年后，那个铁锈跟那个铁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新宝纳多里面的一个含量？新宝纳多知道谁在吃吧？怀宝宝的妈妈们在吃。那经过代谢的时候是不是成为我造血需要铁啊，二价的铁。那这个造血里面的一个因子也可能成为我孩子养分里面或是 DNA 里面的一部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它的生命史，它结构整个的路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佛法的时候会在想说一切都灭掉，或是断章取义的去解释这个。然后把佛所说的那个自由自在所有一些实相都扭曲得很厉害。这个地方讲的相应染心灭了，不就是不执着了吗？又如何生命是可以相续存在运作，又如何可以不相应染能够这样子去修行？那如果说好是可以继续存在，生命还可以继续相续下去，以不相应心的存在，又怎么说这个染心是不见了而可以达究竟断灭呢？就是究竟能够解脱呢？达到究竟觉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因为他误解了。所以这个是提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清楚的人提的，所有问题都是这个菩萨假设的，因为众生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菩萨怎么回答？他说答曰：所言灭者为心相灭，非心体灭。佛法告诉我们要切断，要把它灭除的是说心的这个杂染，染心的粗
跟细的这个相状，觉错的这种浮动杂染的境界没有了，灭除了，并不是如来藏心的断灭，不是这个能力要把它泯除掉。我们一般来讲，阿赖耶识、如来藏、真如、觉性，是不是都搞不清楚？因为这部论里面这个名词常常用来用去，同学是不是弄不清楚？清楚吗？不清楚，连回答清不清楚都不会回答，那就是很不清楚。我们是以存在有的状态，众生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现象跟自己已经存续的这种状态中，以现象跟存续的状态中，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都不谈过去，来谈说你现况中，你现况中善恶善恶无忌，善恶善恶无忌，善恶善恶无忌，放在从自己的清净中去产生的善恶或无忌，善恶这个无忌之后，把它结构，结构起来，这个叫阿赖耶识。根据你善恶无忌都有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本身的这些东西，就是八识田中这个东西，根据这个叫称之为阿赖耶识。啊，所谓的如来藏，它是你有善恶善恶的这些东西，加上你能够分别善恶善恶的这个能力，加上你本来就不变的佛性都一直有的存在，这样加总起来，这样叫如来藏。这样听懂？好，这样就听很明白了。那觉就讲真如离体，真如清净，是在讲说这里面如来藏里面，我们本身众生，其实他的这个能力，他这个能力单纯的就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具体的有什么东西，也不是抽象的可运作不可运作，他永远都在运作中，它永远都保持稳定，永远保持稳定，这样，而这样的一种状态叫真如，这样知道意思？觉性是在讲说，我们这个真如离体，这个真如离体，它在运作的中间操作的这个作用力叫做觉性。这样子知道这部论很多缺点，就是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弄不明白，所以这个字就变得很难。那这个地方讲的，我们刚刚念过了，那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15分钟，等一下再来解释这一段。同学下课的时候先了解，原来在讲如来藏是染净同存，那这个染的那个部分，染净等等的，这种子的这个部分叫阿赖耶识，有清净的这个能力叫觉性，有本来不变的，不变的，一直它是稳定的，这叫真如。这样子，先把它了解一下，后面就比较好懂。阿弥陀佛。